怎样？哟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打过的东西。好帅啊！这等于是打主角啊！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是主角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名字就叫做“崇拜混沌的人”。哦，抓技！哦，直接抓了一半。抓技，抓技！我要放 bug。这边是火属性状态。好。哎呦，恩莎好快、啊。这边熊来熊去，火焰附魔，过盾过盾，哦，体干全满，第二，哦哦，这三了。哦，变电了！全属性的，全属性的。哦哦哦！混沌骑士。哦，要不行，我要不能挡。Power Spring， Ice Soul， 冰剑，冰剑。哦哦哦！哦，被抓起来，后面。超痛哦！你先补一下 buff 吧。我用剑回嘛。哦，好痛哦！大家都挡起来，所以受伤。闪人闪人！好、哦，香美湖。哪一个哪一个最同名召集八人？啊，第三阶段啊！这是未来的主角，主角打未来主角，而且你还穿着光之战士的装备，超靠北。为什么超靠北？下一只，下一只，那注定要被打倒的。哦、阿斯托斯，谁啊？阿斯托 斯超强来了！看的呀，阿斯托斯超强哎、欸，靠边啊，随机，随我都还没有机会爆 buff 啊，他出来就是波西欧。他好像很多都是红色不能挡，是不是？他速度好快、啊。哪里？我收到，我被黑暗合龙收到。我要放 buff。靠边嘞！暗黑武士，那开 buff 了。我要不多点。我炸！我都没怎么机会回魔哎、欸。是什么？黑河龙。我还放缓回。
突破第一阶段。不了不了不了，我先放冲撞爆吧，啊，来不及了。没啥，反正我也没有。这怎样？还有剧情啊？怎么还是有剧情的？哎呦！来了吗？不，终极武器。靠腰。这全范围追踪。我这刀不能靠背。Blue Power。Full Power。我不要 Full Power。这招又直接又难挡。我来放返回。靠边啊，包痛！那火，我打中他一下机器了。防护级。醉了。专打几钻子，拜拜啊，斯托斯，再一个，是谁啊？哦哦，混沌之岸，靠边哎，靠是你哦，靠边哎，没关系啊，多人打应该简单多，而且你看你才刚打完而已，靠边，怎么忘记怎么按的？什么火焰火啊！地震地震！告别暗风，霸体来敲人！怎么怎么？他、啊、火焰都被破了，难打哎、欸！啊对哦，靠边哎、欸！完了完了，第二形态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赶快补血 ，buff 先上好上满。喂，怎么感觉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这第二形态没有中。可是我们没有变猛哎、欸。对啊，没有变魔人，没办法。你都已经这么多人在打他了，还想要变？混沌，混沌，混沌闪人！先跑，先跑！啊，靠边，竟然打到！抽打一下他几个？我还放那个返回。你先走着，我来帮你放炮。好，靠边，靠边，靠边！你按，你按喝水，你按喝水。我怎么死掉了？他早死了，他上一场就死了。崩坏！我努力落去，我超爽！我打他犯罪！破了，破值了，值了！那我们装备跟他一破音根本就轻松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三个人呢，双拳难打，难敌四手。
又要再回忆一次。哇，轻松轻松！我刚才进那个，我刚才进场的时候，我的服饰才11级，现在已经满等。